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许昕是国乒的一员大将，以左手和世界级正手闻名，球风飘逸，天马行空，深受广大球迷的喜爱。虽然许昕的单打冠军很少，但并不代表他不强，只是弱于马龙等寥寥数人，很少输给外国选手。但是有一位外国猛将却差点打许昕11-0，最后还是老外故意让分，许昕才避免了被剃光头的尴尬。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看看吧。这位让许昕吃尽苦头的外国选手就是鼎鼎有名的萨姆索诺夫。萨姆索诺夫是世界乒坛的常青树，即便已经44岁，但还活跃在世界乒坛。在卡塔尔公开赛上，萨姆索诺夫苦战7局战胜了国乒的世界冠军林高远，引得无数球迷的钦佩。萨姆索诺夫打法刚柔并济，防守能力极强，素有太极虎的称号。在一场和年轻后生许昕的比赛中，老萨就给年轻人好好的上了一课。老萨太极打法名不虚传，许昕没法很好的应对，比分逐渐被拉开到10-0。不过老萨很有风度，故意失误让了一分，让许昕避免了被剃光头的尴尬。你认为萨姆索诺夫能在国乒打主力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喜欢视频就点关注哦。